你想点啊？想同你玩个游戏。你知唔知道自己做紧啲咩？我知道你好嬲我哋整伤阿爷，但你有冇谂过佢想要啲咩？安全感，女人最需要就系安全感。佢为你做咁多嘢，佢净系想同你一齐。你呢？你谂住带佢去周围去逃亡吗？无论你哋去到天涯海角，警察都会揾到你噶。佢而家自己一个人。医院度好孤独，好无助。佢最需要嘅就喺佢身边。趁件事仲有得慢，唔好再坐落去啦。你为咗佢自首啦。我唔会自首，我翻唔到转头。唔系。仲可以翻转头噶，你自首啦，佢等紧你啊！只要你肯，就可以噶啦。我啲反應配唔配合到你？我啲氣得唔得？你太唔了解阿爺。阿爺只要同到我喺一齊，就算上刀山落油鍋，佢都會覺得自己係一個最幸福嘅女人嚟。你唔好再講佢壞話，佢唔係你諗嗰種女人嚟。小姐，有大學嘢啊！喂，點解部電腦斬得咁犀利嘅？你哋啲電腦點啊？我呢部都系，全部都系，系咪供电系统出现问题啊？发生咩事啊 ？Ocean， 去睇下。女女，呢个信息 check 喺边度发放嘅 ？check 紧，我部电脑冇反应啊。Ocean， 咁我唔想死。我仲想同你睇宫崎骏嘅点啊，简 Sir， 好惊！如果你唔想你女朋友死嘅话，一个钟头之内放咗阿爷，如果唔系，你就要睇住佢点样冻死。方胜天出狱之后，个人更加癫，更加肆无忌惮。而家佢最爱个女人受重伤，佢会唔会净系谂报仇咁简单呢？方胜天份人天不怕地不怕。真係摧毀地球，佢都做得出。阿新，你講得啱。全世界聽住，計劃有變，所有人聽我 order 做嘢。Ocean， 救我啊！我仲想同你睇宫崎骏嘅。危急关头睇咩宫崎骏啊？食完面不如去睇戏啦。好啊，啊唔知我宫崎骏啲戏上咧，我最中意去嗰套《哈尔移动城堡》嘅。我最中意去嗰套《哈尔移动城堡》嘅。移动城堡，移动紧嘅地方，冻仓，移动嘅冻仓。
冻柜车。女女，通知交通部，我要征用全港嘅道路监察系统，我要 check 下全港有几多部冻柜车喺条街度行紧，收唔收到 ？Ocean 有好多部冻柜车，我哋尽快揾紧最有可疑嗰部出嚟。啱啱證實阿 Yan 雙重死亡。OK， 唔該曬。Mary， 同我落證物房攞阿 Yan 部電話上嚟。有。我諗我知康盛天佢想點，佢捉咗阿寶，然後威脅話殺阿寶去換阿 Yan。呢個只係佢其中一個目的。其實佢係想分散我哋嘅注意力，聲東擊西。當我哋揾阿寶嘅時候，佢就襲擊金融中心、煤氣股、政府數據處，搞亂我哋香港經濟命脈，拖垮我哋警隊。POTT、CTRU 所有隊員即刻就位，我哋要康盛天落手之前瓦解佢嘅行動。CTRU copy， madam copy。CCC 数据处东翼三楼电机房发现未启动爆炸品，要求 EOD 增援。EOD 嚟紧 ，ETA 八分，收到。小心！隐形战队现已热播中，想睇更多嘅精华片段，就记得 subscribe 呢个 channel 啦。